大家好，我是万达传媒张根明。万达传媒与麦吉丽品牌已经连续三年友好合作，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云盛典之际，祝麦吉丽六周年生日快乐。我是时尚 Cosmo 的出版人兼总经理李小娟，值此麦吉丽六周年云庆典之际，祝麦吉丽六周岁生日快乐。我是时尚芭莎的营销总经理董于燕，时尚芭莎与麦吉丽一共合作了六年多的时间，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的时候祝她生日快乐。很荣幸在麦吉丽品牌欢度六周年的云盛典之际，我能代表集团媒体 L 祝麦吉丽生日快乐。我是腾讯广告副总经理林亮亮，作为麦吉丽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，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云盛典之际，祝麦吉丽六周年生日快乐。我是爱奇艺销售部副总经理伊娃，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云盛典之际，祝麦吉丽六周年生日快乐。我是字节跳动大众消费事业部总经理陈明，字节跳动从2018年开始就与麦吉丽开展合作并共同成长，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云盛典之际，祝麦吉丽生日快乐。我是新浪湖北总经理陈雷，新浪湖北与麦吉丽保持了5年的紧密合作关系，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云盛典之际，祝麦吉丽六周年生日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京东美妆总经理 Terry， 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云盛典之际，祝麦吉丽六周年生日快乐。我是天猫美妆大国货负责人肖兰，麦吉丽品牌已入驻天猫4年，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云盛典之际，祝麦吉丽六周年生日快乐。我是浙江卫视广播部主任周福珍，近几年麦吉丽和浙江卫视紧密合作，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云盛典之际，我祝福麦吉丽生日快乐。我是湖南卫视广播部主任王威，麦吉丽与湖南卫视合作渊源很深，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云盛典之际，祝麦吉丽六周年生日快乐。我是百度渠道部高级渠道经理孙波，百度作为麦吉丽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，在麦吉丽品牌六周年云盛典之际，特祝麦吉丽六周年生日快乐。我是分众传媒的董事长张南春，在此我代表分众传媒祝麦吉丽品牌六周年生日快乐。贺新顿，时尚芭莎，时尚 Cosmo， 万达传媒，新浪湖北，字节跳动，腾讯，爱奇艺，分众，百度，湖南卫视，浙江卫视，京东美妆，天猫美妆，将与麦吉丽一同聚力星辰，共赢未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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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